六道里头没有别的，报恩报怨讨债还债，你还是搞这个干这个，你没放下了啊！这就说明真正的功夫是放得下，不再计较了啊！对人对事对物啊，决定不会起个念头控制占有。这很重要啊！啊，决定不会跟一切人事物对立啊？为什么呢？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一体怎么对立？啊，所以底下他说：“又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啊，如上所引呢，正显经体中庄严之意啊。下面该法藏。”一向专制妙言净土，庄严众行，使其殊胜怨恨也。这个我们应当学习啊！怎么学？啊，一向专制庄严妙土，怎么学法？礼贤首过思还原观上跟我们讲的贤一体齐二用事三变，这是礼。啊，礼明白了，再要把这个理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那这个生活就是佛菩萨的生活，不是普通菩萨，化身菩萨。啊，化身菩萨其用的时候，大师根据华严经归纳有四德啊，行四德了，随缘妙用。这个四德每一条里面境界没有边际啊，无量无边的 啊。头一个知道随缘妙用啊，这个随缘好懂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，就随缘。啊，妙用是什么呢？在随缘里面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诸佛如来，化身大士，这不是普通人呐。能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。又不受染污，永远常住在清净平等觉，啊，我们用个浅的一句话来说，就是恒顺众生，决定不受众生的影响，这个本事了不起啊！啊，那我们想想，我们烦恼很多，忧虑很多，啊，为什么？我们受环境影响，特别是人事环境，
啊，这个静眠当中微微的波动，我们就心就不安啊，这凡夫啊，心随境转，我们被环境所转了啊，我们受环境的控制啊，啊，人事环境控制我们，物质环境也控制我们，自然环境也控制我们，不就是如此吗？苦不堪言，这事是真的吗？不是假的。为什么？大经上佛常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它怎么会影响你？啊，不是外面境影响我们，是我们自己的妄念啊，妄想分别执着影响你的清净平等觉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外面实在讲没影响啊，外面真能影响，那诸佛菩萨统统受影响才对啊。为什么他能够不受影响，我们受影响？啊，他所以不受影响，他把这个诸法实相啊真的清楚明白了啊，从一体其二用是三变，这就是把诸法实相彻底明白。明了之后呢，明了就放下了嘛。我们今天学了，学了大乘教了，啊，也能够说得出来了，啊，这在我们讲习里讲过多次啊。我们这不是真智慧呀。我们这是听说的，听佛菩萨讲的，不是自己的境界。啊，所以这个悟叫解悟，不是正悟。正悟就管用，就不受影响了。我们现在晓得是解悟，那不是亲证的。啊，是佛菩萨他们真的的说出来，我们听到了，好像我也懂了。啊，我也能说出，说的跟佛菩萨说的差不多，没说错。啊，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受影响。哎，这是什么？从前张家大师讲，你还没放下。果然真的放下了，你就不受影响了啊，你就得大自在了啊，那叫正悟。所以放得下的时候叫正悟啊，明白了没有放下了是解悟，信解行正，你在解，你在通过行，行是什么？立思练心。什么人都要接触啊！你要不接触，有一个人那个境界障碍你，你就不能开悟。接触干什么？磨练呐，立思练心啊。啊，没有经过磨练，你怎么能真果呢？所以行就是真干，
真干就是真的接受磨练，啊，接受人的磨练，接受事的磨练，接受一切万物的磨练，啊，就像《华严经》末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就接受五十三位善知识的磨练，啊，经不起考验，经不起磨练，哎，还得在六道里头打滚呢，出不出来。啊，佛法再通达，讲得天花乱坠，没用。啊，从前李老师常常告诉我们，你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，就是你这搞六道轮回。啊，六道里头没有别的，报恩报怨、讨债还债，你还是搞这个干这个，你没放下了。啊，这就说明真正的功夫是放得下，不再计较了。啊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啊，决定不会起个念头控制、占有。这很重要啊！啊，决定不会跟一切人事物对立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一体怎么对立？啊，古人用牙齿跟舌头做比喻，牙齿跟舌头能对立吗？啊，牙齿咬到舌头了，把舌头咬破了，舌头要不要报仇？他不会报仇，为什么呢？他不对立。啊，一体呀。啊，行一体，其二用啊，二用是一真庄严的，宇宙生命的缘起。他从这里起来的，还要回归一体。啊，学佛没有别的，学佛就是知道回归一体。啊，真的回归一体，就叫成佛了。啊，我们今天修学大乘，就是走这个路。啊，我们自己也知道，啊，确确实实我们没有能力断烦恼，啊，也就是我们经不起考验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找阿弥陀佛了，只不得已求阿弥陀佛了。啊，到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的调教，其实阿弥陀佛调教也不出释迦牟尼佛这个范围，佛佛道同。啊，也不出释迦牟尼佛这些方法。啊，不过极乐世界是最大的好处，是修学环境的好处。啊，人世里头没有恶人。没有恶人，我那个烦恼习气怎么断？在西方极乐世界，让你每天你可以随时啊到十方刹土去学习。十方诸佛刹土里面有十法界，有六道，你到那里去参学，你到那里去接受考验。啊，那有阿弥陀佛佛力加持你，你才迷
佛就把你拉回头。啊，这是极乐世界修学的状况。极乐世界修学很特殊啊，你的本身在阿弥陀佛面前，你的分身到他方世界去了，去参学去了，你同时可以有无量无边的分身啊。当然这个能力是阿弥陀佛加持你的，其实这是自信的本来啊，可以同时分很多身在一处，在一个世界，也可以同时分无量身，同时在无量诸佛刹土，一点障碍没有，事事无碍啊。啊，一方面是学习，一方面是教化众生。啊，怎么就是你在学习就示现给别人看。根性利的人呢，一看就明白了，就觉悟啊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